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买到的好看的秋冬单品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件短款毛衣来自 Zara， 非常喜欢它冰激凌的配色，再搭上藕紫色上衣，显得青春又可爱。这件毛衣我购于 Nordstrom， 非常喜欢它彩虹的配色，而且它的袖口是喇叭状的，非常时髦。今天比较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格子呢外套，这种款式非常百搭，可以搭配牛仔裤或者运动裤，还有它的扣子是珍珠状的，让人有种小香风的感觉。这条裤子我是在 Urban Outfitter 买到的，它里面是加绒加厚的，穿起来十分舒服。这个短款上衣是带有小天使图案的，显得时髦又好看。近几年比较流行舒服的家居装，不仅可以在家里穿，还能出门穿。起绒的面料显得舒服又保暖，淡淡的藕粉色非常显白。这件紫色西装裙我是在 Zara 打折时买到的，非常喜欢它丝绒的质感，还有它的扣子是钻石花朵状的，做工非常精致。这款连衣裙底下实际上是裤子，夏天穿着时不用担心走光，只是上厕所时比较麻烦。这款宝蓝色丝绒连衣裙我是在 Urban Outfitter 买到的，非常喜欢它在胸线上的设计。这款竖条纹裤子非常百搭，也很适合休闲穿着，上面我选的是这种带有镂空状的非常有设计感的上衣。这款藕紫色上衣的面料十分舒服，有点类似起绒面料，胸口处也十分有设计感，显得性感又俏皮。这款淡蓝色半身裙质地非常轻薄，非常适合夏天穿着。这条裙子上面画了很多老虎的图案，还有它木蓝色和深红色的搭配，显得整条裙子别具一格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帮我点赞加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